你哋有能力嘅人係一定要為下一代準備一個外國護照，就正如林康正當年喺英國讀讀書逗留十年，就係為咗攞埋英國護照啊嘛，同埋都有多少有多少嗰啲咁樣啦。嗯 ，OK。如果唔係你讀完嗰幾年書翻咗嚟啦，玩咯之後。OK。咁你因為你要攞埋英國護照，咁你要留喺嗰度，你先至玩啫。你唔係因為玩到咁長啊，不如攞埋護照，唔係噶嘛。OK。好啦，不過冇錢。嗱，呢個就係最大嘅問題。第一樣嘢就是大家冇一個想像力，我去真正諗嗰件事情。嗱，如果你冇錢冇物業乜都冇，我就真係冇你辦法嘅。其實而家市面上咧，我其實一早有呢啲嘢，但我唔想再搞，亦都唔想我節目度 sell。你個老友啊，其實有呢啲嘢係可以，你有層樓，你有層樓 ，OK， 只要啊有啲保險公司有啲 plan 係咁樣嘅，係會俾夠錢你。OK， 佢個 return 就足以同你，因為比較錢你，當然你層樓要按俾銀行啦，係咪啊？但係佢夠錢個 return 咧係 guarantee 足以同你俾埋銀行嘅息，嗯，即係還埋錢，嗯，而你嗰嚿錢又足夠你去第度完成個移民夢想，即係你一毫子冇攞過出嚟，只要你有層樓，而你層樓嘅市值係達到嗰個你要去買樓嘅市值，就做得到啦。嗯，咁其實咧，一直以嚟嗰個 agent 同我講過咧，都好希望去搞啲咁嘅 seminar 嘅，但係搞咗，喂，咁我唔使供啊！記住，就係佢個 return 足以同你供樓啊嘛，係咪咁樣啊？係 ，OK， 好啦，咁你攞嚿錢，你最早去邊咧？啊，我馬來西亞唔想去啊，始終冇護照，估計。我今日我打機唔記得同大家講咩事？今日我喉嚨好痕，有啲喉嚨痛，同埋我成日暈啊。係，冇人諗係啊，成日暈，唔知係咪早過幾多驚？貧血啊你！我啲啊，我昨晚冇瞓到，因為我六點幾先瞓，八點幾起身，而家又冇暈啦。我係因為我入夜，我精神嘅。嗯，我懷疑我係中咗武漢肺炎啊。OK， 你話咁我有樓先得，你樓都冇，冇辦法啦。但係你好啲，佢一定要 attend 呢啲咁樣嘅 seminar， 你要聽多啲，因為我認為最抵咧。而家全世界我綜合啊，你哋信我啤你，我覺得抵嘅。嗯，梗係馬來西亞啦。咁但係我明白有啲人唔中意馬來西亞，有啲人聽埋哎呀反華嘅，排華嘅。哎呀，嗰度話屌你乜撚嘢乜撚嘢，哎呀伊斯蘭教啊！你哋係未，因為點解馬來西亞你仲可以留喺香港，而且嗰邊機會多，但係嗰啲我唔想，唔係我唔想再講啦。因為我基本上我就一個大馬來西亞主義者，我認為呢個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就係香港。如果你真的要走嘅時候，只有馬來西亞，即係我認為啊，因為起碼講廣東話，起碼個機會好多，一不夜天 ，OK， 好啦，係繁榮鬧市最緊要呢樣嘢。咁但係除此之外，我 study 過曬咁多，我係講底啊。喂，我認為葡萄牙即林康正介紹嘅係最抵嘅喎。你諗下，我譬如我有層樓，而家你揦埋層樓，我唔好講一千萬啦，八百萬，嗯，仲爭銀行二百萬，你係咪仲值六百萬啊？嗯，你而家只要三百五十萬，其實三十五億歐羅其實就唔使三百五萬嘅，我當係啦，我當係一成十啦，攞到三百五萬去買樓，我就完成咗全家人三代移民嗰度，我停咗先，嗯，三代係咪啊？啱唔啱啊？好啦，嗰三百萬我邊有得還啊？哇，大佬，我而家仲供緊嗰皮嘅嘢，佢嘅 return 係足夠，因為佢同你買一份嗰啲咁嘅投資計劃，係 guarantee 喎，仲要係個 return 係足夠你供你銀行嘅款同埋息嘅。OK， 我會搞呢個 talk 嘅。OK， 好啦，但係而家係比較 urgent 啊，個事情有啲變化啊嘛。你去到葡萄牙而家點樣啊？只要你喺葡萄牙。譬如我哋介紹嘅尼斯本啦、波圖等等嗰啲比較旺嘅地方啦、海景嘅地方，買一間屋係三十五萬歐羅嘅。嗯，咁你同埋你嘅屋企人同埋啲咩三代啦，就 instantly 就會攞，其實就唔係 instantly 嘅，都要一個禮拜咁樣啦，一個月啦或者、就會攞到嗰個居留證啊。嗯，而五年之後咧，係咪五年啦？五年。我冇記錯，五年之後咧，你就可以申請，應該就係三年就係攞個啊 PR 啦，就永兩年就 PR， 兩年就 PR 啦，兩年。咁要求咩啊？係每年喺歐盟國家唔一定葡萄牙啲喎，居逗留七日，每年喎。係兩年咧，你就攞 PR 就永久居留權。OK， 五年咧就申請入籍，係全部家人攞曬 passport，然後你可以賣樓。當然佢仲要考個試嘅，考個試，但係好 simple 嘅嗰個我唔講啦。幼稚園程度嘅文試。你如果你話年紀大，你費事讀嘅，咁你其實攞個 PR 已經夠啦。係啊 ，OK， 你係後生仔，譬如我仔嗰啲，我希望佢攞個
攞個護照啦，梗係護照啦，歐盟護照。好啦，然後五年後你可以買一層樓啊，層樓跌，簡單啲講，咪輸咯。嗯，層樓升嘅，你仲要贏埋錢。嗯、而而家睇個走勢咧，同埋而家個價錢咧，我同你講係非常好嘅機會去投資一啲靚嘅重建物業。如果上次嚟聽我哋個 talk 就睇過嘅，知道咩環境。係、嗯、啊 ，OK。咁點解我話而家係咁好咧？點解咧？你冇拎到錢出嚟合家，喂，五年後眨眼就過啦，連歐盟護照都攞埋啊！你去塞浦路斯啊！你隨時都要使，你屌你幾百萬啊！一次過啊，成千萬啊！嗰啲愛爾蘭嗰啲千幾萬港紙啊 ，OK？ 你層樓賣咗，我當你就算輸多少，我唔好講贏，我淨保守到咁。嗱，睇個過去表現就唔會啊。我當因為點解咧？你淨係 return 都有成七八厘，嗯，即係每年嘅 any return 啊。當年你要俾埋税、俾埋管理費，可能得三四厘到，但係你擺即係你叫攞嚿錢出嚟擺三四厘就可以攞埋護照啊！每年去歐洲玩七日咋？屌你媽，仲唔早？如果你認為希望有個保障的話，好了，但是現在事情有變，就是葡萄牙政府呢，鑑於近日太多港人，就不要說港人，華人申請這個計劃很多，即經我們手都不知多少，所以今天有個消息呢，我們葡萄牙那邊傳過來呢，就是將會在月內月內改變，就是由35萬歐羅的物業提升到50萬，換言之你要買了百多萬東西，這個都不是重點，重點就係佢就再唔俾你哋去買而家嘅自由選擇，佢就係指定有啲舊區，唔係遊客區，唔係海景嘅，即係比較一啲潛力冇咁好嘅樓，即係總之預推冇咁高嘅。利斯本、波圖、沿海地區全部唔得以外，係啦，依家就仲得啦。當佢就正式去上馬新嘅即係策略之後咧，就唔得噶啦。好啦，咁到時你一樣，你話哦，我有筆有錢，咁冇你都講，咁我冇得講啊。你有錢，五百萬你即係五十萬馬歐羅你照俾，或者你中意個即係回報低少少都冇所謂嘅。你歐羅照俾，你一樣攞到個護照，但係你有個 sell 即係個 resell 啦，又或者即係二手市場啦，又或者個 return 咧，都係爭啲嘅。咁我覺得如果你哋係有心嘅話咧，就真係唔好密失機會啊，因為呢啲咧，因為其實。五年斬下就過了，你不想自己都想想你強暴之中的嬰兒，你的兒子、你的女兒，或者你的 teenager 的仔女、嗯、whatever， 斬下眼過啦、啊、即係如果我因為而家點解咧？其實我成日想搞啲 talk， 但係因為個個市面咁樣啦、嗯，有啲人朋友好驚有多人聚集的地方啦，咁、嗯、暫時不搞住。嗱，你哋有乜嘢疑問嘅咧？可以直接 WhatsApp 林康正電話5933-0829，嗱，記住介紹你個名5933-0829。5933-0829係 WhatsApp 俾阿林康正、嗯、，OK， 咁佢會覆翻你嘅。咁啊，同埋介紹自己先，起碼有名有姓啦。喂，我叫我 May Wong 咁啦，起碼即係如果唔係真係真係揾唔到你哋㗎。真係要盡快，因為你趁佢即係正式去修嗱，依家講咗佢修改啦、嗯，趁佢正式國會啊、政府啊就正式修改之後咧。你快則咗一個月，你慢都可能幾個月，但你即係你唔好淨預慢啦，快啲過嚟 WhatsApp 我，如果你有興趣，我同大家講啊，我即刻就揾啲專家幫你搞。其實哎呀，好羨慕啲有錢人可以周圍去。其實咧，即係我明白啦，好多基層大眾即係未必有物業，未必有成啊。但係我知道其實好多人有實力嘅。嗯，我識得太多香港人啦，我識得太多人咧。其實唔好講香港人，應該點樣分咧？係行動者同埋。屌你兩咪要應該要咁講啦，發夢者咯，發夢者唔係做夢者喎。屌你有冇永遠我要買乜買乜，永遠唔喐噶，講二十年都未喐噶。我識得太多呢啲人啦。喂，去到馬拉咁，之前同我第一喂嗰啲係攞曬 MM 嘢，儲早兩三年嗰啲買曬樓移埋過去。有啲人咧由低温惡化開始搞幾年前，到而家都未跟到去一次 tour。嗯。原來話死啦！喂，幾時啊？健身棉周隻大隻男，幾時去啊？幾時去？喂，咁你都唔喐，咁我冇你辦法噶喎，係嘛？